现场能有10个像这样的箱子，这个呢是被退掉的那个。你知道为什么被退掉？为什么？ 我喜欢看你着急的样子，什么意思？尤其是因为我，你知道吗？小的时候我家里面特别穷，穷的基本上一天三餐呢都吃土豆，而且没有调味料。 那个时候，家里要是有水果的话，都像奢侈品一样。有一回，我爸带了一篮苹果回来，我弟弟妹妹像狼一样，把最大最红的苹果全都抢走。那个时候，我就站在一边看着，等他们把苹果挑完，我再去把那些有虫洞的苹果捡走。 从小就这么讲，这不是假，就是。他们不明白，我到现在挑苹果，都一定挑有虫洞的，坏的才甜。坏女孩也是一样。
来奥里斯吧，你通过你的面试了。哪有你这样的？当时说不要我的时候就不要了，说让我来的时候就让我来，我才不要。没有人能比我更明白你的野心和你要什么。我知道你要什么，而且我能给你。 但重点是我知道你要什么。我知道你啊。谁？你。听不到。你。<笑> 这什么情况啊？哎，你这么贵的车也会熄火啊？我靠，没油了。啊？那我们怎么办呀？打电话叫拖车了。那我还能赶上大秀吗？98%的机会。 赶不上，什么？赶不上了？那你的意思，我们现在坐以待毙了是吗？拖车不来了，咱们就走不了了？那有什么办法？都是因为你自己车没油，自己不知道啊！你中500万之前你知道吗？你这什么谬论啊你？我什么谬论啊？你这有油表，你看不见没油了，你看见没油你不知道加呀？你去买彩票的时候，人家已经把所有中奖号码全都告诉你了，你到现在都没中那500万，你是不是不识数啊？你害得我赶不上大秀，你还在这嚷嚷，你嚷嚷什么呀？ 大风狗，你才大风狗！你就大风狗，就你大风狗，别跟我说话，我再走回去。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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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我现在应该在高档的宴会厅里面，我晃着酒杯，我跟那帮闲的人在那闲扯淡聊天呢。你看看你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来了，一排又一排的破。